不如咁呢樣我真係要知嘅，因為係你同我講嘅。你哋有一個時期咧係出一啲書啊，係 Concord 啦。係。咁我一路都留意緊 Concord 嗰啲書，尤其我最留意嗰一個時期咧，就係南斯拉夫內戰嘅時候。點解咧？因為我覺得呢一個記者影啲相好正啊！嗰個記者，嗱，我淨係講嗰個記者，因為我唔敢讀佢嘅名咧，就因為佢嘅名嘅難讀。Yves Debay。Yves Debay。Yves Debay。佢係法國人嚟㗎。法國人嚟嘅。咁會唔會 Yves Debay 咁樣？佢哋會咁樣讀嘅咧？嗬 ，Debay Debay。嗱，而家提到呢個人咧，就一真係要阿 Freddy 講，因為佢同佢係朋友嚟嘅。呢個人咧，原來咧，如果 Freddy 唔講，我唔知道。啊！好睇啊！嗰啲書原來佢建議唔存在嘅啦，已經。你係點樣噶？喺呢度或者我少少介紹一下啊，呢位戰地記者係點樣嘅？咁佢就1954年出世嘅。佢曾經咧係參加過比利時軍隊嘅。咁之後咧，亦都就轉咗又去參加過呢個羅德西亞軍隊，就係、是、打嗰啲所謂遊擊隊。咁呢個時期咧，其實係佢嘅僱傭兵時期嚟嘅。咁自從佢即係都經過咗咁多年嘅呢一種嘅真正去打仗嘅僱傭兵嘅生涯啊，後來佢咧就做咗戰地記者同埋寫書。咁佢同世界好多地方唔同嘅雜誌出名嘅雜誌去寫世界每一個地方發生嘅戰爭，大部分喺非洲中東呢啲地方。佢甚至乎仲自己有一本雜誌叫做《Assault》添。呢一段時期，佢走遍好多地方，大部分嘅時間之後咧，佢就喺中東嗰一邊。咁佢 cover 呢個南斯拉夫內戰啊，咁嗰啲相大家都睇到咧。而家好似呢個咁，呢個法軍，同埋佢好多時都係同法國部隊一齊嘅。咁呢一樣嘢咧，就留翻俾阿梁先生去講點解啦。佢嚟過香港嘅喎，嗱，佢曾經亦都喺《Concord》一本書裏邊咧，係寫過香港嘅鋸甲兵添。至於呢個維和部隊呢一啲咧，就係波斯尼亞個時期，佢好多時間都喺嗰度。而呢一度咧就係非洲嘅乍得，嗱咁樣呢啲地方全部都係內戰得好緊要嘅。或者我哋根本就睇得少，譬如话我哋揸住一本杂志，多数系睇相嘅嘢，而忘记咗冒住生命危险嘅影相嘅呢一个人。咁所以我呢一度咧又要少少介绍下佢，因为我哋喺环球咧，我哋买咗好多 Concord 以前出版嘅书咧，后边影相嗰啲相嘅战地记者，我哋忽略咗。咁呢一次我拎佢出嚟咧，因为第一，佢系付出好多时间嘅生命啦，而且佢亦都系Freddy 梁先生嘅好朋友嚟添，所以我哋咧，我曾经喺车路讲过，我系需要问一问呢件事嘅。咁由阿梁生去讲俾我哋听，喺我正话讲嘅中间或者之前仲有咩咧？我识佢嗰阵时咧，佢已经系一个战地记者，已经系战地记者 ，war correspondent 啊，战地记者。喺邊度咧？即係佢咁，佢啊 base 喺法國嘅，但係佢入籍法國，佢唔係法國人嚟。哦，佢唔係法國人。嚇，佢比利時人，仲要喺光果出世嘅。佢真係白嘅，但係佢白嘅，係啊，咁拉尾咧就因為即係入籍咗法國，咁佢當自己法國人啦，法國人啦嚇。啊，咁佢就即係我透過因為。佢一個係好出名嘅戰地記者，出名嘅佢真係。咁佢真係逢親打真仗咧，佢第一個就去噶啦。係啊，咁我透過朋友認識咗佢嘅。嗯。咁都講下都幾十年噶啦，識佢由1988年開始識嘅，到而家啦。有幾多年前啊？好似佢喺做緊嘢嘅時候，俾人哋開槍射到。應該係2013啦。
2013年啊，被 sniper 打死嘅。喺边个地方咧？喺叙利亚咯。哦，喺叙利亚。嗯。因为我留意呢个记者咧，系大部分多数喺包近巴尔干半岛嗰啲嘅战役啊、蓝帽子啊、UN 啊，嗰即系我睇到好多佢嘅相嘅。佢亦都好似都几知道武器嘅添嘅。佢好熟噶。好熟噶。佢本身系跳伞嘅伞兵嚟嘅。哦，是哪度的傘兵？法國。哦，所以他真的當自己是法國人的了。是的。那你覺不覺得突然呢？都突然的，因為呢他次次一個記者衫的 press 很大個的。是啊。啊，那他照他的朋友說呢，是特登打死他的。啊，我們不知道他當時在一個戰場上跟多少人有仇口，但是一個記者來的嘛，他是。如果要特登打死佢，或者打佢嗰個人嗰，那個嗰，那個 group 嗰啲人咧，睇過佢啲書啊，或者佢講得太多嘢，唔知道會唔會係咁？唔知啊，真係。咁好啦，我哋講翻轉頭，你識咗佢之後咧，點樣去 hire 佢供應呢啲嘢俾你哋出書咧？咁佢大家熟絡咗嘅，咁我話嗱，你去影嗰陣時，咁你加多一輯相俾我。OK， 嚇，咁佢咪一路提供啲相俾我。以前咧，佢係 slide 嘅，嗰個年代係唔係啲仲未 digital 嘅。咁我而家咧，我仲有成幾箱佢啲 slide original 嘅，全部喺 Gulf War 打 Balkan 打仗嗰啲真係當時嘅相嚟嘅。嗯，你哋而家 Concord 仲有冇出呢啲書㗎？冇啦，冇啦。你自從有online 嗰樣嘢咧，個個喺啊唔使錢，online 你得到啲資料嘅，咁啊唔使買書咯。嗱，所以 online 咧有好有唔好咯。好嘅咧，或者你會覺得啊，我可以上網，我知道好多嘢啦。嗯。因為你知啫，但你都要有人俾你知噶嘛。啊。而俾你知嗰人咧先係最慘，變咗冇曬。好啦，咁咧就我。其實咧，我好想知咧，就係呢位記者嘅事咧，因為我記得 Ferry 同我提過啦，咁同埋 Ronstadt 咧，咁啊 CK 又好熟佢啦嚇，嗯，咁一陣間咧，我會同阿 CK 又傾下偈嘅，咁啊 ，thank you 你喎 ，OK， 啊 ，all right，thank you。初初咧，你係一個顧客嚟嘅，係，嗱，我好明白呢一種嘅搭著咧，係真係因為呢一啲嘢，係冇錯，佢係水溶性嘅油嚟嘅，即係譬如做舊髮，可以點啲水搽到啲明度，再做啲 washing 啊。